今天谈的挺好的，还行吧？还行，聊得那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我聊得很开心啊？你看你现在情绪多好，我判断你呀，判断你聊得好啊。怎么样？高学历的人是不是很绅士？ 这个还真是跟以前的不太一样，那就抓紧点儿。着什么急呀？今天才见第一面嘛。是是，慢慢了解。适当提高点速度啊。